应该不会是那个苦逼德吧？他不是，还是是他？我看到血量魔量蛮低的，他是不是老板？哦，不管你是不是老板哦，你如果打得比很低，我就当你是老板。哦，补师补得太夸张，我也当你是老板。那你如果老板可以打得比很高，我会分你半句。收到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来进门上 buff 了，那水爆点法是哪？你算小老板，一坦打一坦的一部分。好了，反正开一下 WT 啊，看我背有没有。应该 WT 也不是要攻击吧？开了，好啊，感谢你。有没有人水都还没拿的？我带团的叫别人开啊，那你干嘛？我确，现在确认一下哦，听得到我讲话打叉，听得到我讲话打叉，好。频繁听得到吗？看这么多人打 call 是啊。频繁盾之喝啤酒，风舞森林之狼，肢解特级番茄酱，王八者有梦天野。看一下内件啊，不知道到底是你们站出来怎样？有人窝在内件。那边开一下好吧，反正无所谓。你们偷偷窝在那一间的，我有开那一间啊，不要听不到，听不到包直接罚，啊，听不到出包就直接罚。这个洛塔那一队的智力有帮忙补一下啊，还有谁？呼吸有岸，来卖力补一下那个。嗯，对，约了他，为什么没有耐力啊？又没人员，还有没有猎人会不开的？谁会空弹？找一个跟我换，我会开第一个，其他谁会空弹？无糖，你就其实没有那么复杂，你就最远距离开完，然后假死，然后怪回原位，我们冲上去就好了。那个。坦克注意哦，他那个假死怪我原位就帮我追，都转过去追。好，我们倒数一下。然后那个无糖无门，我叫你帮我接，你再跟我接，好，帮我就接到底。来，开，好，假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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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太早，失败，来直接正常打，没差。来1357左，2468右，哦，1357左，2468右，然后七队和二队的坦克去右边，金牌的右边。比较里面这边哦，就正常打就好了。那这样就不用换空弹。
那个一队的坦克，你们在门口这边哦，门口这一侧的平台，在这边。然后二队和七队的坦克在比较里面这边，你就分两边打就好了。有没有坦克会空弹的？最后留一两颗给你。会空弹的坦克，帮我打个一。都没有坦克会空弹吗？是你们想偷懒？好啊，那死猫那个，我最后留一两颗给你，我会叫你。有梦，不要在那宝珠旁边，我差点点到你。一网打完那个二网进去哈，那个永迪就帮我变猫，直接去对面放个烟火就下来了，不要上去打。拉回来，他在上面有人补你。哎，那个正次，你去里面这边帮忙拉。等下十猫要准备先不拉了，哦，十猫要准备先不拉，还有五六个。要扛太多在身上。
猫不要再扛了哈，剩四颗。然后平凡可以的话，怒气多留一点。要把时髦的怪拿走，把时髦怪都劫走，还剩两颗，时髦可以就位了吗？OK，好，准备要放了，我去远点的地方放哦，准备要放了，来都下来，恐走吧，两个把怒气打满，然后平凡等下尽量抢二筹。如果等下有多的怪，副坦就拉着就好，那个盾之帮忙拉着就好，其他坦克抢不到。反正直接死掉了，这么打掉直接进去吧。哎呦，好捡东西也忘了。啊，去对面引刀怪直接下来卡视野哦，不要他们打。等一下，平凡，你帮我们一坦吧。然后四个牧师顾好你们的队伍优先。然后王八德，你上一二队的那个愈合。好，毛毛你上三四队。然后苦逼，你顾主坦，你顾，对，你顾主坦，特别顾主坦。然后所有的萨满刷主坦快补。风雷你顾完八队之外顾七队，哦，牧师应该可以顾两队无所谓。然后其他的牧师，你们顾好自己小队，可以多帮一队去顾，哦，尤其一队的其他坦克。然后这边火坑差前面一点，对，我看你有 buff，对，他增长，他标题，哦，你 OT，哦，如果没有直接瞬间转过去防止分团。是发500，啊，我是开录影啊，应该有 OT 进去看，我肯定把你抓出来，这边呢？但是如果要斩杀发 OT 的去对面。哎，开吧。开枪不要急着打，很棒啊。Beg you, mortals, flee! Flee before I lose all sense of control. The black fire rages within my heart. I must 我的萨满和苦逼德哦，顾好当前坛，然后风雷顾七八队，其他的牧师顾好自己小队，有空顾主坛。Flame, death, destruction. 王八德是刷一二队。三。二一，毛毛猫猫是顾三队，我操！我才打2发，这样也是我。
没奶汁，再推一点哦，再推一点，再推一点。旁边有那个猎人，对对对，我好惨哦，大力一点打。继续刷坦，继续刷坦，你可以如实就如实，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会拉你回来。你可以如实就如实，我们会拉你回来。好像撑住了、哦，来那个麻烦两个术士和那个三卡你去吧，你去拉一下他，拉活一下人，两个术士和三卡去一下，应该不会吧？驱散了不起驱北二啦，没事。他怎么秒不见的？因为他中这个 buff 的炉石是瞬发。被点名的招式都瞬发，我刚刚也是一个瞬发的零件。帮死掉的人补一下 buff， 帮我补个爪子。我们拉出来打哦，这边小弟不要跑进去控场了。等一下，王八的大饼给你，那个某某星星给你。那个三角的话，看一下谁啊？啤酒，你帮忙拉走。三角，不然就那个。不是你先背对谈的啊、哦，苦逼的苦逼人不用你睡，不用你睡，我们有三只小弟啊、哦，王八德是大饼，那个某某是星星啊，你们睡要站在我这个位置哦，啊，你不要被撞去撞去引怪，我救不了你，平板拉到了吗？不要站在路中央睡，那个铁钉是被撞进去的，来给我个爪子。那个骷髅的话，月亮坦先帮忙拉吧。那个拉怪位置有点尴尬。来，那个啤酒你先开怪吧，然后那个 RZ 你帮忙把三角带走，他在里面，他不好带。开喽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石猫帮我们拉一下骷髅。哎、欸，靠左边点，吓死我！出来打，出来打，出来打！队长拉走，队长拉走。啊，他下去了。嗯，哎、欸，星星拉背队，朝坦到没关系，拉背队。骷髅坦回来了，月亮坦帮我们拉背对角，星星拉背对，背对不会喷到别人，背对不会喷到别人，不用管他，继续睡，背对不会喷到别人。拉背对，他正面不要其他人就没事。好，然后那个队长放了，队长放，直接好他回来，队长放。平凡帮我们接一下，哎、欸，不要下去了。放。你说他已经没有 OP 了。靠左进去啊！啊，就小怪靠左进去。靠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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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左。接吧，拉背对角，
也不用断什么火球了，拉贝队碰不到的。没有就直接倒数喽。那谁是没有倒数意外？七队熊去四队，那我就想给七队的猎人一个暴击光环，干嘛这样？哎、欸，三只那个光头拉到了。注意一下那个一对三个近战，还有二对的时髦，七对的武士，好、哦、这几个厉害。还有波他们，啊武士没事不会乱弹啊，他有喷气要波他。来那个啤酒能开就开大。然后盗贼的话，只有两只都帮我去关线去打。风舞往前开啊，姐姐顾比较靠近团队这边、啊，小心被抓出来，不要被抓出来。不会拉怪啊，那森林你会吗？就开过来而已，你不要中到陷阱范围开过来就好了。森林可以开吗 ？OK， 你去开吧。那个其他坦克掩护一下森林哦，帮他把小龙戳制一下。那两位术士有空直接点我。哇，你们刚帮拉人，我直接给你。两位术士，到底往前关，把前面的陷阱关起来，不然他没有办法拉怪。到底往前关，你这边不用打怪没关系，你就往前关。一个把我们门口这两只关起来，一个往前关起来，让猎人有位置可以拉怪。盗贼关一下陷阱啊、哦！你就窝在陷阱旁边等就好了。至于倒数、哦，这个手套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那个天野有空点我。这标记好，好，我是紫色领主，有空点我交易。好，你给我4100，厉害了吧？还跟着标记的坦克往前，好，图腾不要擦，路上不要擦图腾，走走走，魔够魔够。驱魔够，法驱魔够。路上不要插图腾哦。以为跟谁呢？鸡卡咪修的那一根比较近一点。图腾关掉，到底帮我们往前关楼梯的关掉。这里你们就安心关图腾就好了。这个有时候会弹起来，不能怪他们，而且他们只有两只哦，就。他忍耐一点，但是你们要继续关好。图腾关哦，那个姐姐，你把转角这边的顾好，你就在转角这边，好，转角这边好几根，不
不要让突然撑起来。好，公务，你帮忙把前面的门出去那边的关一关，让猎人有位置走。这边打，这一坨打完停一下，打完停一下。停一下，然后那个树去帮忙拉一下树。等一下嘛。停一下。红武加油，靠你关陷阱啊！你不用往右边关，你关。你关这个区块的，让猎人可以走。关这个区块，照的比较少，那边就不关了。边等我们要过去的时候再关就好。我好、啊。左边这条路，我们把它关干净，练才拉得到怪。哎、欸，跟着大饼星星走，跟着大饼星星走去角落，一样姐姐帮我们关这个角落这边的。打完停一下等脱弹，好，打完停一下等脱弹，好，这只拉完然后停一下，等脱个弹，停掉脱弹。我有七成的补士图哦，其他先回。七成补士有四。狂暴强，等下打身亡的时候搭那个火力小心标志。OT 你们直接闪现啊，或者跑到网门前面，不然你就喝无敌。不要超过坦克哦，不要太前面，不要太前面，往前面那根陷阱不要关，往前面那根陷阱不要关。我们开战再去关，现在不要关。拖战一下，法器回满。先把这边打掉，先把这边打掉，拖战法器回满。往前面那根线你不要急着关哦，有时候有偏位大。马蹄都回满哦，怒气哦，马蹄又快回满。远程跟我去门口、哦，我好惨哦！我梦你的点难，小心哦。换人，有梦。如果你又被点到，你要小心。有梦，你又被点到了。
火法都停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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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不停的。OK， 有梦闪现，不然你就要看你风搞烂就。离开门口，离开门口，离开门口！我吓人，盗贼把旁边的半圈的陷阱关掉，半圈的关掉。头有人，头有人的吗？有没有人要？没有就不捡了，我也捡不起来。没有没有。开装了，注意啊！我梦既然死了，我和你上去 A 吧。那个，我和你的队伍上去。哦，把这两个法师上去 A， 那个风雷。你看好我们两个的那个羊，如果我们万一被羊的话，还有包含后面的。然后风雷看某某，你们两个互吃人头，对不对？不用全清啊，清半场就好了，那就好了，那就好了，那就好。呀，王来了，赶快走掉再看。哎，王来。你等王走哦，你拉了就直接躲到角落去卡斯。我们上面，我还有没有上面？哎，火盾可以准备啊，开吧。牧师麻烦给七队的八队的法师盾。拉出去 哦，不要在那里面弹，不要在那里面弹哦。那个你没有穿火抗装，你就等不了。近战一定是等这个拉出去打。有，我看你大概撑了几秒，全部死了。来开吧，这腰带打完这头小怪倒数，哦，被羊救我，哦，好可怕，这个变羊天使又炸弹了。我应该够了，那个直接开吧，森林狼去吧，左边，我是来个盾。
我刚好分到反方向，好紧张哦。那个四个坦记得要换那个最后打吧，因为我不太会引到那个啦，就卡好那个角域。哦，坦克都要卡好那个门，那个容易坦都卡好那个门，那个平凡你应该很熟了，你万一位置有危险，你自己扭一下，不要被分到容易就好。等下大饼主坦、哦、然后对对啊，好，这个盾之战士和正式一孤帮我当容易坦，十猫你备用吧，然后无视你就滴滴掉了。哦，你们五个披风都帮我换一下。还是要带倒数咯。来点我吧，好的。好，忘了分一下捕食。那个，四个牧师在外面，四个牧师在外面，然后。嗯，其他都在里面吧。然后在里面的那个某某和猫猫，还有谁啊？还有那个超级美奶子，你们一定要顾好容易坦哦，常常有人放松容易坦。来，往来就开那个帮忙平凡上个盾，记得避风哦，记得避风。其他敌都进去打、哦，外面不要期待不是扑你哦。骑手不要急着打，不要踢，不要踢，带好位，带好位，带好位，对对对，没练哦。容易可以逃过去了，知道吗？容易哦，容易，容易 ，OK。很好，平凡的走位六啊。经验哦。经验哦。OK， 容易可以逃过去了。有血容易坦回来吧，滴滴不要叠太高，要打旺我。看你练哦，下一个按你练和容易可能会很接近哦，那个副坦要小心。容易先接了，按你练补好副坦。容易，哎、欸，没有卡好，要记得卡好，要飞出去了。这边会玩的主坦，你只要卡好，肯定不会打到他，你放心卡。哦，等一下要斩杀，注意那个仇恨，好、哦、容易可以逃过去了。容易哦，按你练，按你练。
那只。那披风等下帮我上骷髅侦测，哦 ，JI 帮我上叉叉，然后方块卡斯特，月亮的话卡文帮我上开场上一下侦测，开吧，直接开吧，猎人帮忙开回来。那个月亮拉到最右边哦，把那个位置空出来，不要空到别人。啊，巫师帮忙人群拉一下，以免有 OD。其他三只可以拉一起没关系，是小的，小的没有关系。三卡黑龙尖卡一把，应该只有你吧？另外一个倒数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哦，有空点我哦。来开吧，直接开吧，拉回转角，开了开了。那个有梦你一样看我 A 啊、哦，然后风雷一样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变形，这里很容易被变形。好，其他的补是要顾一下坦的那个变形哦。我烈焰风暴快速就被变形，气死我！哇，这个太犀利了吧！下面回一下魔，直接开吧。那三开有时候有空点我交易，直接开啊。来个盾，月亮路线怪怪的。方向都跟我颠倒，我好害怕。落下回我标个怪，好，这边终于多了一个三角啊，那个巫师帮我们拉一下。
开吧，开吧，开吧，我躲一下而已。哎，来来来，不要理我，我跑。我特别换了个方向绕，结果还有人，又有人绕跟我刚刚同方向，好尴尬、哦。默契怎么那么差？已经很丢了。回一下、哦、一样准备开啊、哦，那我再回两口。OK， 开吧，就直接倒数哦。哦，应该蛮少要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哦，有空点我。这样救一下，跟上你的节奏了，有梦。别跟你让我颠倒的。好人都可以上来了，等一下拉最左边那只骷髅，好，那个人形没拉到最好，拉到的话就把他打掉了。那有捡到多的沙漏的，麻烦有空帮我拿给三角，空帮我拿给三角，上来吧。然后那个月亮那只没拉，不用弹。然后那个石猫和巫师帮我当人群弹就好。弹的时候不要超过我这条线。好，开吧。五、四、不要超过这条线哦。三、打开哦。二、一。不要急着打，不要急着打，不要三只一起打，先打骷髅，不管它是什么，先打骷髅啊！不管它是什么，都先打骷髅。叉叉拉到中间，哎、欸，不要弹，不要弹，真是快喷了。他往左边带一点，以免你们被隔壁的弹晕到。方块准备嘲讽啊，那个被炸几下可能会有点吃不好。等一下，
等一下，平凡和正次，你们帮我挡诅咒毯哦。大饼和方块，然后星星和月亮，你们帮我在正面这边吃龙翼。无事你就滴滴就好了，没什么关系，就滴滴就好。提供记得都换，回一下。到我，你刚买什么？时髦和这盾之战士，你们是容易坦。哎，大饼和方块站左边，我们两个点。来，现在就位，大饼和方块来这里。对。星和月亮在这里，对，很好。哪里？点鞋子。你正次你是诅咒坛啊？你就和他互嘲诅咒，网的那个诅咒。听到吗？这里诅咒是这边哦，这边，你和他重叠就好，你和那个大饼重叠，平凡开吧，给他一个盾。开场不要记得大补啊，没扣什么血。好听哦。换坦就是正式换，对，容易坦你逃容易的，来容易逃过去，容易逃过去 ，OK， 近战如果仇恨太高，自己去吃容易哦，小心补给就好。换坦，换坦。翻坦，哎，你也能，很容易逃过去，哎，我刚这转头怪怪的、哦，吓我一跳，来换坦一下，哎，再换，哎，别死掉，哎，你也。来，等一下，森林狼你一棒，哦，海你二棒，番茄酱你三棒。然后其他猎人，哦，弹补射你们就射。回家吗？给个爪子，再给平凡一个盾，打完再倒数就好了。来开吧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打好。二、一。要打狗的凌晨顺序是一样的、哦。哎，那个正次这边你就不用换坛了，就是去当龙翼那边就可以了。就只有一个不行而已。凌晨打、哦，哎，龙翼逃过去，
哎，多火炭，火炭，火炭啊！哎，没练。这个嘲讽有点早了，那个容易还有五秒，没关系，就先抬吧。容易两秒。盾战后被秒掉，太黏了。我一下人都上来，第二场不行啊，我有团啊，来上一下奈利和团，那我要打 NA 啊，一百啊！但刚才那个项链不要，倒数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，那个姐姐不可以点我吧？老子，一样，其他两个弹备用哦，那三个帮我拉开，来吧，五、四，你都往前，三、二、一。先打骷髅，先打骷髅。法师不要急着去打其他，这是肯定 OT 的。这个方叉叉带到中间，叉叉带到中间，人群团准备拉回去哦。是要跟上那个风雷去顾一下方块，他比较边边，风雷去顾一下方块。你专心顾方块就好，怕他断补。我知道你嘲讽，不要这么紧张。定是刚刚导坦被你们弄怕。等一下，正次你帮我当那个时光盾，是把你拉到七队好了，然后再给一只风雷，给一只虎逼，就这样好了。哦，七队是时光队哦，那个法师不进去，猎人都在外面就可以了。你们在外面可以加死，你们没有那个。同样问题，那个坦克那个平凡帮我读坦，平凡有没有杀到？然后还有那个正次有没有杀到？四个，四个没够。那正次有吗？没有的话点我，我有买几个过来。然后自己有换的。盾之战士，你不用啊，你先不用，因为你没有要谈，你就打第一就好，我怕气还不够。那个正次的话，我给你标记好了。哦，骷髅、方块、月亮，哦，你们三个可以直接进去里面。好，骷髅有没有杀到？有没有杀到？没有的话点我。
然后森林，然后那个番茄酱啊啊还是有没有沙漏？至少要两个、哦。OK OK， 这个东西现在才几十亿而已。有没有捕食没有沙漏？一个都没有的，点我吧，一个都没有点我吧。你不是时光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请那个正次当时光。哦，他 buff 比较多，我看仇恨应该追比较快。防战没有 buff， 仇恨可能比较难追一点，所以就跟狗狗玩吧。都有了哈，那术先惩回一下魔，那个术士帮忙拉一下缺二趴，哦，三队的差满，帮我们开封。试拉一下，两位术士们。哎，话说，两个术士是不是只有一个人找我拿五十局啊？应该是要记得找我呢。哎，那个无堂无门，拉一下缺二卡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啦，快点拉一下啦，我敢组团也拉一下啦。我要配装了、哦。拉了有拉了。好，打完再打完再接标哈，开喽。五、四、三。开场不要 OT 啊！记录一下，不要理我。打好，第一次吐息八秒都要退哈、哦。可是我看到时光，赶快再扭出来就好了。多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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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端。不好弹了。多少主题多少？我说解干净主动。冰，里面可以出来，那个时光队可以出来。完了。爆了，补好，冰躲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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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哪种人？所有运气都用在尾王了，是不是 ？A
刚刚是青木胜喊过三百吧？那个三小三，刚刚应该青木胜喊过三百。等你要的话，你要加。六七，我身上只有六个沙漏，有沙漏的支援一下旁边有没解掉的。赶快解一解，赶快打。那个第三卡，你打了帮我分一下给那些没解掉的。这两天倒数哦，好、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德彪找我，披风换上去，等一下我们直接打守护王座，那个真的没有带到的去躲，最后再去躲王座，然后等一下平凡帮我们接网，然后。啊，赤条去一队哦，哦，坦克都在一二队哦，让你们比较好辨识。对，我好给他。都解掉了哈，确认了，准备要开了，披风哦，披风哦。披风哦。OK， 好，随便又帮我开吧。哎呀，特级番茄酱，三小三，好了吗？他们人站在这边了，不用管他们。开打，开打。猎人记得帮我补冰霜哦。那个森林档案番茄酱帮我补比较偏。这里的，然后其他猎人帮我偏这边。尸体尽量集中，尸体尽量集中啊，尽量集中。这里单点就好，那个法师不用下暴风雪，蛮浪费魔，不要急着换。注意星控。可以变羊，不是我看错了，真的可以变羊。不小心养到龙兽，真的可以养。心痛的话，不要杀掉他呢。没有深仇大恨吧，也短而已。又不是固定团哪来的深仇大恨？牧师自己小心点到点名点到牧师要停步呢。好，法师去暂停点。现在几乎大家都活法，那个每根枪都很快。
那些那美乃滋还有风雷 OA 是固坦，没有披风的躲，没有披风的躲，不要再团补，不要再团补了，不要再团补啦，坏习惯了。忘记穿，那你只要有躲，有躲没被炸死好了，哎，你穿就好啦。我来接着做，我来接，我来接。走喽！牧师优先解羊哦，牧师优先解羊，是多少多少？哎，羊法师也好开心哦。哦，养我太过分了哦！目标是你。战士，博尔战士开招哦！他如果喷你，开招。最后一秒养我十八秒，算你狠。猎人后面放陷阱，猎人后面放陷阱，副坦过来准备寻巢。利用陷阱。缓速拉好，你不用硬砍，不用硬砍。牧师听手，牧师听手，超盾恢复。寻草你就直接退开了，不用硬砍 ，OK， 你好。哎，转转转哦，太刺激多了。杀，不要管不要管，直接打王不打图腾，直接打王不打图腾。哎，接诅咒啊，诅咒弹的诅咒啊 ，OK。打掉吧，摸的、啊、有没有耐累？权杖谁的？权杖谁的？风雷的吗？杖风雷，道理啊，之前这么黑鬼王都会出的耐累啊。